Hello， 我是你的爸。嗨，我是卡卡妈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OK 的龙莲欢喜包哦，它今年的售价呢是168块。对，它今年不是卖一包100块吗？对啊，很多超商的福袋呢都在讲价了，但是呢，它还是在全部的福袋里面最便宜的一个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本来想要买一箱的，但是店员呢就跟我们讲，一箱的话它内容物都一样的。对，这一次来都是一样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呢就挑两包给大家看就好了。那他就说下个礼拜呢就会有一期其他一些品项不一样的东西哦。那如果你们要买不一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等到下个礼拜再去买哦。那今年呢，它的外观呢一样是红红的龙莲欢喜包。一样有这个可口可乐的赞助，对，不知道是赞助还是怎样，配合吗？是啊，都打广告啦。对啊，就是龙年就很欢喜的图案了。后面呢就是奖项的部分呢，那今年的奖项呢有什么呢？头奖1.5克拉的钻戒，二奖按摩仪，三奖 Apple Watch， 四奖呢是扫拖机器人，五奖是加油金5000元，六奖是蓝牙喇叭，七奖是不粘锅。八奖呢是商品卡2000元，九奖呢是筋膜枪，十奖呢是香氛保湿水氧机，另外呢还有好运奖是可口可乐的气炸烤箱，惊喜奖多层收纳箱。那我们就来开这两包的福袋，到底会不会跟店员讲的一模一样，就是东西都一样呢？首先，它后面的贴纸，今年它有多附一个贴纸，因为觉得它蛮重的。对啊，很重，应该就是有可口可乐，对不对？2024年新春好运来，代代龙有奖，又在讲谐音了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有奖，台语。来，打开。欸，所以它就只有一个贴纸，欸，它连双面胶都省了。那至少还有附个贴纸啊。欸，你是不是要有一年我们去那个开福袋啊，外面都会有一个塑胶膜，对不对？欸，今天全部都没有咯，环保环保，真的会变环保咯。欸，我看到又是我最爱这个蚵仔煎，欸，龙的口味也是全新品，对不对？特浓口味，所以这个我适合啊，重口味的人就很适合了。另外，可乐果一包原味的，这位嘴破的又来。哎，原味为什么有洋葱啊？我的原味不是都是盐巴而已吗？哎，这是谁？这就是一个保暖包吗？哦，暖暖包，暖暖包，冬天很需要哦。这是什么牌子啊？狗狗牌子啊？日本的。一个日文不会看哎。另外呢，新龟派饼干一条，还有哎。统一面要煮的哦，这就是一包的。欸，有两个饮料，首先旭峰葡萄 CNC 的，是是，嗯，另外第二个饮料就是他们的可口可乐。欸，它是有龙年的图案，欸，看到这个就很喜庆的感觉。好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就是，欸，没有，还有一个哦，嗨楚的软糖，哎，欸，这很多东西耶，欸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八样东西耶，欸，才168，欸，很超值，哦，欸，其实还不错，哎，欸，168还是算有它的价值，嗯，对不对？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刮刮卡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二包会不会真的都一样？好了，第二包，竟然店员会说这次来的全部都一样，对啊，那就是应该都一样啊。真的吗？好像是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蚵仔煎，我想说他会不会骗我们？可乐果，欸，所以他们是都知道东西一样。那第二包的东西他们也知道，就下一次送来的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。一样，飓风葡萄，欸，连口味都一模一样。他们是直接装箱就对了。一样，这个暖暖包跟可口可乐。一包面，两包面，还有最重要的刮刮卡，那就是跟他们讲的一样啊。那你们如果要挑不一样的，就是下礼拜再去选哦。我刚刚看了一下背面啊，它还有一个13奖啊 ，OK 的现金折价券，只要消费满50块就可以折5块。你大概不会刮这个奖吧？欸，这是不是就是最小奖？这个就是安慰奖。不会只有明星会顾吧？所以也是通通有奖。好了，我们要来刮开我们的 OK 龙年欢喜包的刮刮卡咯。来，第一张。哎，我看到13了。完蛋，你真的是很会讲，不要讲了啦，讲到了，啊，是什么？折5块啊，现金奖折价50元折5块，就是硬要你买到50块就对了，再去回购就对了，对啊，再去买就对了。
第二张。不要又十三了。那我先刮字好了。这样，这样比较。完蛋了。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这一箱都是一样的价。跟他的格局一模一样。不要卖关子了，直接刮开了。好了好了，什么奖？这是十三啦。哦哦，两张都十三。好啦，那我们开箱完 OK 的福袋啦。那刚刚两张刮刮卡了，又刮到最小奖哦，现金奖50块折5元，等于说又叫你去 OK 买东西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买那么多福袋，怎么都没有中过大奖？没关系啦，我们会再接再厉哦，反正每一年都有福袋啦。那我们呢，今天一样会拿出东西给大家抽奖哦。对，我们就直接拿出一整包的饭。对，一包的福袋哦。那有问题了，就是这一次 OK 的福袋的名称叫什么咧？对，我们一开始有讲哦，它的福袋的封面也有说哦。对，那你们就留言给我们咯。那详细抽奖日我一样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哦。好，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订阅订阅哦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